什么钱？就是存在卡里以后用来盖房子的钱呀。哦，那个钱我拿去借给宝宝了。你借给宝宝了？你有问过我吗？你就借。他说过几天就还给我们了。再说了，我们现在也还没有盖房子呀。哼，就算是这样，那你借给宝宝了，他倒是不还怎么办？那怎么可能？还不可能？你忘了，豪哥给你借了3000块钱，说好半个月还给你的，现在都过了半年了，你看还了你没有啊？那不一样啊。再说了，你不能因为一个人就不相信全世界吧。那好呀，那我到时候要看看你以后要盖房子的时候谁会帮你。懒得跟你说。爱说不说，我看你以后借房子没钱了，你别找我。哎哥，啊，怎么了？就是我们前些天去做的那个点工结账了吗？还没有啊，怎么现在你也去钱用了？啊，是啊。哎，阿明啊，再过几天吧，我的天天去的讨债，去的我都不好意思了。哦，那好吧。哎，小玉，你在做什么？哦，阿米他不是想吃南瓜饼吗？我给他做一些。哇，这么多啊！来，我跟你一起做吧。好呀。哎，小玉啊，我鞋破了，你转眼20块钱给我去买双鞋呗。你不是很有钱吗？还借钱给人家，现在找我干嘛？给你转了200，去买双好点的鞋，免得没穿2天就坏了，剩下的自己放在身上备用。阿明怎么这样啊？买双鞋还要为你拿钱啊？他赚的钱全部都上交给我了，他不找我拿，他找谁来呀？老板娘。好香啊。小玉回来了，快去洗手，给你做的爱吃的南瓜饼。我昨天就随口说说，你怎么还真做了？就你话多。哥，我今天给那些钱要给你转过来了，收一下。嗯，好。怎么宝宝帮你把钱转过来了？啊，是啊，我不跟你说嘛，不要因为一个人就不相信全世界。是哎，你说的都对。那肯定。那喝点水。